男人和妈妈正在露天餐厅吃饭，讨论着跟未婚夫的婚事。可就在这时，天空骤变，一片巨大乌云袭来，雷电乍现，两人盯着眼前的一幕不明所以。然而下一秒，无数的雨点倾盆而下，惊慌的众人纷纷拿着食物躲了起来。然而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密密麻麻的青蛙从天而降，众人四处逃窜，游乐场瞬间乱成一团。黑哥赶忙拨打911救援电话，然而就在奇遇接线员描述现场情况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一只大青蛙直直地掉进了男人嘴巴，很快消防车就火速地赶到了现场。尽管见多识广的消防员也被眼前满地乱爬的青蛙震惊了，见到救援人员的到来，小女孩赶紧上前呼救。聪明的女孩赶忙向救援队描述了父亲经历过的事情。当救援人员找到男人时，男人捂住脖子无法出声，表情十分痛苦。女人拿出手电一照，我刺哦，一只大青蛙正死死地卡在男人的喉咙里。女人赶紧让同伴拿来钳子，她让男人张大嘴巴，然后把钳子缓缓放入口中，想要将青蛙夹出来。然而青蛙太滑了，情况并没有想象中容易。当他们准备另寻他法时，意外再次发生，青蛙滑得更深了，男人的脉搏也开始变慢。女人赶紧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，只见她从背后抱着男人，不断上下颠簸。没一会，男人就将青蛙从嘴巴里吐出来，男人这才脱离危险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在场外救援的人员遇到更大的困难，无数拳头大的冰雹陆陆续续地砸了下来，救援人员赶紧四处寻找掩护，车窗瞬间被冰雹砸碎。面对来不及转移的伤员，几个消防员紧紧抱着一起，为其做一个人体护盾，任凭着拳头大的冰雹砸在他们身上，也要保护躺在下面的伤员。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大吃久战时，冰雹雨却在这时突然停了下来，不远处的地平线上一束亮光照了过来，危机这才解决。Isn't it pretty? Anybody else feel like the calm's on the wrong side of this storm?